I love you very Yeah, G-Dragon 别那么激动好不好，人家 G-Dragon 想粉丝上来，他一直看着你手上的一个奖杯，麻烦你快一点好吗？可以，你先颁了奖然后再说你的感言。可以先，来不及了是吗？可以自拍吗？Please use English。 已经拍了1000张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明天转发第一名的微博正式诞生了。哎，你也是超级偶像，哎，矜持一点啊。对啊，超级偶像的鼻祖在这里呢。真的很喜欢 G-Dragon， 因为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包括很多的人气歌谣，包括你喜欢他什么？说一下。我就是喜欢那股态度和年轻和潮流的那股劲儿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那个先请 G-Dragon 说两句获奖的感言，好吗？有请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酷啊！而且每次出来的造型都会让人那么的膜拜。那其实呢，作为海涛来说，你这是你的 super star， 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、你好像超级巨星。对，我知道你现在紧张的满头都是汗了。我上来，我跟快乐家族说了，我争取不哭。不哭，好，那咱们这样，听说你有模仿。现场秀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舞，他的舞蹈就是完全都是随性的 freestyle 而已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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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